有吗？你的有，我知道我的有。你的有。Every time we come up, it's different. 哦，很暖。我现在全身觉得很暖，太阳啊，太阳晒到。还是没看到杨迪赛。那要不就在上面滑就好了，不然又去做广告，又反正还好。那要怎么办？我们滑下去做中间的 lift， 下面的中间有一个斜的，这个我们做过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往蓝天那边滑好了。你的动力还足够超过那个橘框框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还有一个更右边的。还有更右边的地方，有啊，这里啊。你要滑这里，看起来又窄又松。松啊，然后右边就是边线了。那我不要，我走左边，谢谢。是吗？我走左边啊。这里不陡啊。好啊，随便啊。这里就是下去而已啊。在这里拍，哦，太阳亮晶晶，我要拍太阳。哎、欸，来看我，呀，但是你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太，没有什么大蓝天。你把相机收好，你那边是超大蓝天。好了吗？戳进去就。好了，他们有山羊站吗？没有吧。这样看下面感觉都差不多呢。这一块完全没有。违反新学府条例的游客将被没收缆
那就一路滑最右边，一直靠最右边，一直这样滑下去了。滑哪去？滑到绿线去啊。我们刚刚下去不是有右绿、中黑、左红吗？嗯。左红我们滑过了，中黑也滑过了，右绿还没滑过。那你又要滑下去，然后回不来了。然后右绿接着再去坐那个斜的缆车坐过一次，然后呢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对，我觉得现在10:50，赶在其他人吃饭前去吃。好。所以绿线滑下去就会吃饭。好。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再拍一张。前阵在监控尼斯口周边的电波，从日本国外带进来的无线电对讲机，将会对电视及通讯造成严重的妨害，请绝对不要使用，否则将会根据法律进行处罚。好了，下面就好像没有太阳。现在知道长这样，他们好辛苦哦，我真的爬山太累。但是大多数都是滑那个条哎，你说这样斜的哦？对啊，可能会滑到摸一滑吗？回得来吗？回不来啊。对啊，所以就要去买那个摸一滑的票。我只是来看看局限在哪里，没看到呢。好多人哦。好多人卡在出口啊！为什么啊？我哪里摘？这样看起来人好多、喔。这是有盖子的。学生。那感觉这个有盖子的，我们就不要去排缆车，就来坐。